老曾的是大庄茶厂的厂长，已经有年岁，伊准备要将茶厂交予孙仔小神接手。即天，老曾的想要将厂内上出名的蜜香红茶详细小解予小神，因为台湾茶是遐尼啊特步个美妙。小神走在桥顶，思考要安怎在节奏这么紧的社会中推撒这款茶。无疑惑，伊仰着天顶残白的一头光，头壳内熊熊一个创意闪过，决定创造一款随时拢会当饮的冷泡茶产品。小神甲准备好的大桶型的饮料茶啊，茶叶甲茶具。然后把茶叶装入去大桶茶啊内底，用冷泡的方式，除了体量以外，阁会当省滚下的步数。小心把完成品放入冰箱，一晚呢啊，一袋透心凉的茶就泡好啊。出门的时候，阁会使挂伫身躯顶，一边行一边饮呢。竟然要